Hello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来玩《零售大亨二》这个游戏啊。然后这个游戏上一集我们说，我们这一集要来做跟保全有关的东西。那我们准备了这一大笔钱，25000块。那我们就来开始做这个保全吧。然后首先呢，这个警卫的部分先聘请两个，对，先聘请两个警卫在这边。然后呢，这个李展错，这个警卫呢，他有说，警卫注意可疑客户，并将逮捕盗贼。后面有一个花狐，就是那个配对色像头一获得最佳效果，所以我们不只要聘用这个保全，还要盖那个摄像头，也就监视器。那摄像头部分呢，就这里装一个。算了，我们来看一下最贵是什么？最贵，7500块。然后盖一个在这里啊，对，然后再盖一个在这里，然后盖一个在这里，然后这个部分就用这个，是这个才对。这个，然后这个才再用这个就好。对，然后花到是现在已经快没钱了，剩下6000块。然后还有这个的部分，摆在里面就好了，外面就不要摆。对，就这样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什么用吧。很高的机会侦测强盗，还有警报警卫。OK，好，这个功用就是这样。然后我们看监视器功用吧，对，这也是一样的功用。那这里有一个东西呢，是可以看一下你监视器覆盖的范围。哎呀，弄掉这个，其实还算蛮低的，不过就先这样，因为我快没有钱了。然后这里可以看拥挤度，拥挤度其实还好。然后这是植物的部分，好，所以大概就是这样。这个保全的部分就暂时先到这边。那我们要来，对，就私底下，对哦，我忘了讲，我私底下呢有这里做一个那个告示牌。对，就这里。好，那我还有一件事情想做，就是这个，我有点想把这两个换掉。对，所以就开始换吧。我们要换的就是这个2000块的。那我想要这样放，对，这样放。所以就先把它拆掉，拆掉。然后这样，这样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你不要再吵了，这里就让你了。对，这样就可以比较有效率的在结账这个方面。那我们这个天花板这个部分是不是也要再增加一下？算了，这应该拿这个。算了，这我私底下来用就好。那这个的部分呢，它是有一个东西可以摆的，就是糖果的部分。糖果一个可以摆19个。糖果，这巧克力哦，糖果部分里面的巧克力。OK，好。那我们就买100个糖果，对。然后玩具的部分没了，那我们就。补这个玩具吧，补玩具哦，好，就这样。那也快没有钱了，我又要好好赚钱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直接飞下去，
OK， 好，很好。我的，好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装载，那赶快送回去。对哦，其实这上面是可以有一个人的，有一间店的，但是我不知道这。我永远都不会选在这个上面，因为呢，就是对很麻烦啦、啊、就是你要送货的话就很麻烦，你一下跑上跑下的，就是对，没有效率没有那么好啊。然后我们已经卸载完了，对，都有到了。那哦，你看这个就直接马上被抓了，然后诶，这个。这个哦有啊，这个也被抓了啊，这个也有被抓了，哦很好。那糖果摆上去又变这样子了，有三种糖果，也有三种巧克力啊，三种巧克力，对。然后这个保全就在这里直接一直巡逻，就对。好、啊，哦对，还有一个部分要用，就是这个。这个部分就是这个仓库啊，就什么都没有。然后我们以至于我们这个可以装的储存的货也就1000个，所以我们就来盖吧，这个盖门，这个盖的，然后转个方向，这个一个，这个一个，然后。然后就没钱了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样有没有改善，有变2500了，非常好。好，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如果你有什么想法的话，记得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那我们下集再见咯，拜拜。